你拿你个健康证给我看一下。我有健康码的。健康码吗？对对对，我有绿码的。啊，你放心，这个我绝对是健康人士。这个人很恐怖了。啊，那您开开门行吗？可以，你看你就是个好人。嗯，别这样子。对，来大哥，喝酒。有同情心，来大哥，陈子轩。啊。嗯，陈子轩你好。我们真的是跨了一个省来见面的，知道吧，陈子轩？那你是哪个省的？我是你们隔壁的老表，江西的。江西老表。你好，老表你好，你好，大姐你好，您别怕我，你干嘛的？我那个就是问您，您这里方便吗？我今天就是晚上在您这里吃餐饭。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呀？对。哦。你看方便吗？没关系嘞，我就说我没搞清楚你是做什么的，是啊，你拍视频干嘛？哦，我跟您说明一下，我是做网络视频的。哦。然后就是说，刚好看到你们这一排，我说过来问一下，那两家没人，然后问一下能不能晚上在您这里吃完饭。对，你一个人吗？对，我一个人，然后我身份证给你看。来，这是我身份证。你是哪里的呀？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你拿你个健康证给我看一下。我有健康码的。健康码吗？对对对，我有绿码的。啊，这是我身份证。江西的啦。对。你要我们湖南的绿码来。我们有干通吧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你自己开车过来。您说的很好，就说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码，是真的。对呀，我是在酒店上班的。哦。肯定我有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我的码。哦，没看。没看到吗？那支付宝里面还有的。啊。你拿我身份证对一下，你干这个啊？对，你看一下，干这个了啊？身份证号跟那个码号，你可以对一下啊。你放心，这个我绝对是健康人士。这个人很恐怖了。啊，你过来，那您开开门行吗？可以。那我车停那里可以吧？哪个是你的车？啊，那红色的，对，那干第一排的，对。我们家是从那边进来的。哦，小狗狗别咬我。快点。感谢您，大姐。不要。真的是，人家说江西老表来了湖南有饭吃。吃饭都没问题，我就说，我那个。大姐你好。来，握个手。你好。您别排斥我哈，我是好人啊。这么水了。哇，感谢。真心感谢哈。我老家也是江西来的。你们也是江西移民过来的？我的那个我爷爷那一辈打鱼打过来的。哦，这里有江吗？顺着江而来的吗？那里有条好大的河呀。哦，江都没有，就是一条河。大姐您贵姓啊？我姓谢。我能握一下手。啊，感谢您。但是你非常高兴。您是啊，湖南第一好人。谢谢。真的，感谢您。这你们三兄弟建的三排。对。对，我们家这是我们是老二，中间这个是小的，那边那个是大的，老大。最边上的老大。嗯，那个老大，老大现在就走了有10多年了。哦。嗯。那中间那个是弟弟。
中间这个是弟弟，他是拆老房子建的新房吗？他在外面工作还是在家里？弟弟、在家。你几个孩子？我两个。一男一女？对，我女儿嫁到西安。嫁这么远啊？对。你舍得吗？哎呀，现在是反正是过去的事情，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能接受嘛，对不对？哎我的气的我一个多星期都不吃不喝，后来我老公就开导我，他说，又不是我们一家的女儿嫁到外面，她如果是嫁到我们本地，要过得不好，今天她跑回娘家哭，明天呀跑回娘家，说长说短，你心里也不舒服。只要她自己过得好，我们想开一点，没事。就是这样，哎呀，慢慢的想开了，就慢慢又吃上东西了，反正。好好好。你女儿肯定像你吧？我女儿肯定像你，你这么落落大方。性格方面有点像，长相呢比我要好，比我高，她1.6米。你女儿，我希望你女儿能看到这个视频。啊，我可以叫她看呀。你还在拍视频呀？善良的妈妈。真的难怪说江西湖南一家亲，都是老表。湖南的网友给你们点赞。搞得乱七八糟了。这挺好啊，乡下的厨房不都这样吗？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哇，你们这还挺干净的，还乱七八糟。嗯。我真的见过好乱的。真好干净，这个是什么，大姐？鸡。啊，这是鸡呀、啊，这么小的鸡呀、啊？对。我以为是鹌鹑。不是，鸡。昨天杀的都没吃，没时间搞。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还菜还是有，就是不是什么好菜。哦，这个菜还不好啊？家里的鸡，那以前是来了什么贵客才杀鸡的嘞。现在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一点了嘛，是吧？这也不炒菜。到里面。哦好。我们就在这里吃。好好好好、啊、好的好的。啊，没什么生活哟。哦，相当好了，感谢你。你喝酒吗？啊不喝，我开车。开车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了，我又没饮料嘞。啊，不用，吃饭就行了。哎，我喝什么饮料？直接吃饭。这是你姐姐，亲姐姐。妹妹。啊、哦，妹妹。老公的妹妹。老公的妹妹。哎。哦。比我大。今天不是您这么热心，可能我还真的还吃不到饭了。缘分的哈，哪里哟、哦？我就说，哎，我是县城那么近呢。怎么不去饭店吃啦？对呀、啊。但好多人有这种疑问。嗯，我也这样问过你啊。嗯，谢谢大姐是一个善良大方且乐善好施的人，她担心没人陪我喝酒，怕招呼不周，还特意叫她小叔子回来陪我喝酒。小叔子不善言语，但是他口袋里的白沙一只一只又一只的发给我。我喝醉酒了。你喝白酒啊？我这个我就不喝了，你懒得去拍。不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没关系。然后我渴了，我再来。我渴了，我再来啊。好。健健康康的，快快乐乐的哈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就可以了。吃饭了，你好。这是你媳妇。对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今天冒昧了哈，到您家里来吃饭。欢迎光临。这是您孙子。来，叫伯伯，小朋友，哎，你好，来，握个手。你好，嗯，我就行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只能这样说。你在哪里上班？我在那个香港萌娃。哦。装饰全屋定制。萌娃是板材。对，板材。我知道。也做全屋定制。因为我做过建材，我懂。萌娃。你说萌娃，我知道。嗯。嗯，太好了。啊、哦，我吃饱了，你慢吃。没吃什么菜啊？我吃了好多，其实这菜都是我吃完的。没做什么菜，都是你吃完的。都是我吃完的。嗯，
那个饮料喝啊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大姐，静静。大姐，哎，这个给您。哎呀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我们家没有好多呀，没有好东西。你在没有好东西，这个你送给不需要的人。你其实您招待我，您就是我要第一个感恩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谢谢你了，我谢谢你了。说这个干嘛？对，您一定要太客气了，接受我这个小礼物。好，就作为咱们老表。谢谢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您开了这个门，您让我进来了，我们才有机会坐在这个桌子上。我了解大姐，你一家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咱们俩的故事都在哪里？都在杯子里，对吧？倒上，倒上。我不喝酒，我不会敬酒的。我知道，我敬你呢。我还是要敬远道而来的客人。一家人反正是只要和睦相处嘛，哈。我也不喜欢那种吵吵闹闹的家庭。这样最好。我看刚刚看他儿子这么大了，还叫你妈妈，还叫得这么亲，还叫自己妈妈一样。就是妈妈啊，嗯，就是妈妈。然后孙子也好有孝顺的，然后每次吃什么都会，奶奶你先吃。这个就是传承。嗯，我就是，这是妈妈教的好嘛，是吧？嗯，他的妈妈教的好嘛。你那么婆媳关系啊，在。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都我自己也是见多识广的，嗯，但是我看你们婆媳的关系真的蛮好，相当融洽的，媳妇通情达理啊，婆婆也是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呢，那我们有缘见上一面了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再见了，谢谢你的礼物啊，再见，谢谢，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，再见。嗯，拜拜。你回去来玩了。嗯，好。所有湖南的老乡都要点个赞，感谢湖南人民，湖南老表，真心的。好，我是海哥梁地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